欢迎来到孤星频道。李荣浩太浪漫，连续七年零点为杨丞琳庆生，称呼从老婆变成我的快乐。在祝福的文字中，李荣浩说到生日快乐，我的快乐虽然有土味情话的嫌疑，但甜蜜指数实在是太高，让人忍不住想抖落手上的鸡皮疙瘩。似乎生怕不够深情，他还配上了一张杨丞琳的美照。照片中，杨丞琳使用了童颜滤镜，变身儿童，大大的眼睛和嘟起来的嘴巴，看起来十分可爱。更多的人满心羡慕地夸赞，哥你可真是绝世好丈夫，快生小孩，我给买便利蜂便利店的小零零食吃。甚至还有人表示学到了给女朋友的生日文案，知道该怎么写了。李荣浩的浪漫举动不止于此，其实这已经是他连续七年为杨丞琳庆生了，而且每一次的祝福都准时的卡在零点送出。明年还会有新的变化吗？会不会再次升级为孩子的妈？希望疫情可以尽快过去，夫妻俩能够再次团聚，早日生下可爱的宝宝。订阅点赞。